CN Blue 近日出演庆熙大学秋季庆典，学生们都十分热情。不过摇滚区发生突发事件，导致演出暂停。在粉丝拍摄的影片中，可以看到 CN Blue 成员们保持冷静，让有状况的学生去救护车那边检查。CN Blue 还向台下呼吁，不要太激烈的推挤，请把水分享给大家，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受伤，确保不要再发生事故。CN Blue 临危不乱，让粉丝们非常自豪，也受到网友们称赞，纷纷感叹 CN Blue 不愧是国民乐团。